美丽的大海边，一群小海龟在经历了2个月的漫长孵化后钻出了卵壳。它们用一双双好奇的眼睛观察着这个陌生的世界。从这里，小海龟将开始它们生命的旅程。幼小的生命在新生的环境中将面临各种各样的威胁。幸存者是少数，神秘博大的海洋将赋予他们完全不同的新生活。偶尔也会有意外发生。
经历生存的艰险与喜悦，小海龟终于与同伴相遇，结伴返回自己的故乡。繁衍季节到来，经历风雨的小海龟们重返出生地，开始延续繁衍后代的使命。新一轮的生物生存挑战即将来临。